13万个通信铁塔资源，36米平均高度，11.6万个社会铁塔资源。无论是高山丛林，还是平原溪流，无论是罕见郊区，还是繁华都市，凡有人烟处，皆有江苏铁塔。为响应中国铁塔总部一体两翼战略规划，盐城公司深化资源共享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，以丰富的高点资源、革命性的技术创新，首创裸眼 3D 全息显示量化服务，颠覆传统投放方式，让塔体广告动起来，实时变化，共享共享，全程覆盖，高效传播，塔体量化，耀眼全程，美化环境，助力公益，一色塔，一广告，一激情，扶贫时代一致，点亮未来无限可能。